装了哈，换服装了。我看一下今天是多少号，今天是九号。开始迎宾了，是的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。小赞赞点起来，边看美女边点小赞赞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。直播间，我们这里呢是云南西双版纳蒙巴拉纳西大剧院，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欢迎式迎宾仪式，欢迎到来的贵宾朋友们来到云南，来到西双版纳，来观看我们的民族大型的民族歌舞晚会。我们今天呢哈，今天也是一样的哈，开两场的迎宾时间是在五点三十五迎到6:15。哎呦，帅的不能直视，来啦。我镜头前面的这个小美女呢叫玉汉哈，她是我们当地的傣族，叫玉汉啊。第二个呢也是小玉哈，也是大朦胧的傣族小玉。第三个呢是涵涵哈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我每天都会给大家介绍哈，每一个小美女呢我都会把她们的名字告诉大家。抖音是吗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抖音，应该是就叫玉汉了吧，小玉吧。不怕冷啊，你说这个冷的话应该是说成反义词吧，不怕热哈，不怕热。我们这里应该是在40多度了，40多度。因为现在天气预报上哈显示的是应该是在38摄氏度。问他喝不喝蜜雪冰城，意思玉汉吗？约翰是吗？老蔡是不是你叫我问约翰啊，还是后面那个小玉，还是问涵涵？你要叫我问哪一个？那么多蜜雪冰城甜蜜蜜，没有关注主播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哈，都可以关注一下。40度，对，才40度， number one 啊。我等一下问他哈，给他跳完这个动作问他。点点点，要喝要喝，热的不行。汉要喝蜜雪冰城，要喝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他说点吧点吧，点来点来。喝什么喝什么喝什么呀？要喝什么？蜜雪冰城里面的什么？点，随便点过来。老蔡，你现在点点点。点，随便点，随便点，随便。我也不知道喝什么。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没有关注主播的都可以关注一下。我们这里呢是云南西双版纳。我们每天都有奶茶喝哈，昨天是王琦送，今天是老蔡送。我们的蔡总哈，蔡总，我给大哥点支舞。好，你给那个大叔，他是大叔，点支舞，你给我直播间的老铁们点支舞。喝西北风有吗？那赶紧啊，点个西北风让我们喝喝。这云南西双版纳，云南西双版纳，云南西双版纳。哪个景点？告庄西双景里面。
面有一个大型的民族歌舞晚会，我们的晚会名字呢叫蒙巴拉纳西大剧院，看到没有？蒙巴拉纳西，蒙巴拉纳西是傣语的意思，也是我们的名字，翻译成汉语是神奇美丽的地方。今天是九号了，还有三天呢，就是泼水节了，还有三天。欢迎大家来西双版纳来体验一下我们这最隆重的泼水节，好不好？我见到前面的这小姐姐是我们的大萌龙的傣族小姐姐，大萌龙的傣族小姐姐玉汉，小玉姐姐哈，小玉姐姐。老蔡还在不在？老蔡，你去点了没有？谢谢俊哥送的小星星哦。老蔡同学。哦，大家知道我们西双版纳多热吗？不要说冷不冷喽，热的不行，热的要晕倒了，中暑了。我们是不是按天结哈？这些工资是按月结。我们是真人，哪里是机器人？你看一下，真人。招一下手，一下，招一下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看嘛，机器人会这样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就要让你们都知道，我们蒙巴拉纳西有这些这样的美女，知道不？我不给大家这样看的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对吧？怕晒黑也没办法呀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呀。说两句傣语是吗？送个墨镜，我让他说两句傣语。刷个墨镜，9.9，我让他说傣语给大家听。有太阳，太阳照到上面的两个美女呢，就能晒到太阳，下面的晒不到太阳。这是云南西双版纳，云南西双版纳。欢迎大家。我们都是赚的辛苦钱哈，辛苦钱。不知道。这里不是曼听公园，这里是蒙巴拉纳西。蒙巴拉纳西大剧院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是告庄西双景里面有一个大型的民族歌舞晚会。我们的晚会名字呢叫蒙巴拉纳西大剧院。看一下小姐姐的后背。看一下背影。没有关注主播的都可以关注一下哈，想看不一样的小美女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。这小美女呢是小雪。小雪 ,Hello,Hello, 我们的小雪，这小雪。有啊，有一朵莲花，我们的珍珍，那是我们的珍珍。还没有结婚呢，还小呢。珍珍，我让他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珍珍，珍，没听见。珍珍，敲锣打鼓的敲起来了，就听不见了。每一个小姐姐都特别漂亮，看到没有？想不想来看？想来看我们现场版的，这是迎宾仪式，欢迎仪式，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宾朋友们来到云南，来到西双版纳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。位置，大家如果想知道位置的话，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，我把位置发到粉丝群里面。但是我的这里也有位置呀，我发的这些作品哈，我发的所有这些作品，拍这些美女的作品，我都发了我们的定位，我们的位置。我呢也是这里工作的小姐姐哈，
我也是在这里上班的。每天呢，我都会哈不定时的给大家直播。这两天我们的迎宾仪式呢，都会在5:35迎宾哈，迎到6:15。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都是开两场，我们开的场次呢都是按照人数来确定哈，人数来确定开几场。热啊，又太热了，太热了，西双版纳的有点热，闷热。如果你们哈，如果要过来这边旅游的话，一定要带好防晒哈，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小心中暑。这是哪里？这是云南西双版纳，云南西双版纳蒙巴拉纳西大剧院，云南。要带棉袄，你带3块布来就行了，不要带棉袄了。带3块布。对，带着被子来，带着被子来，带着被套来围着就行了。我们这边傣族小哥哥呢，也是穿着那个筒裙，也可以穿筒裙的哈。这个睫毛是贴上去的，贴的，假的，假睫毛，好不好看？这位置在哪里？在告庄西双景蒙巴拉纳西大剧院。如果大家想来这边哈，想来这边的话，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，我会把位置发到粉丝群里面，或者你们到时候问我位置的话，我都会发位置给大家哈。今天我的粉丝就来这里了哈，我的粉丝，我有一个粉丝来这里看演出了，他带了他的公司里面的几十号人来了。跳舞的话必须要好的身材才可以跳得出美感，比如说肉嘟嘟的那些跳穿着服装都不好看呀。主播做销售，主播是销售部的哈，我是销售部的。但之前也是我们舞蹈演员不够的时候，我也去学了几天的。我们就是哪里，我们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你之前不是看过我了吗？大家都动发财的小手，点到10000小赞赞，主播就和大家见面了，好不好？吃饭呀，怎么不吃？这边有点热，我们吃糯米饭。糯米饭的话，就是保持好身材的良药。你来嘛，我带你去那个傣族小姐姐家吃糯米饭去。这是版纳哪里？版纳告庄西双景里面有一个大型的民族歌舞晚会，我们的晚会名字呢叫蒙巴拉纳西大剧院，大家可以截一下屏，然后高德地图上搜一下这个名字呢，都有导航哈，都有导航，可以搜一下。大爹你好，暖暖大爹你好，今天开两场。第一场的话5:30用餐，6:30演出。第二场的话7:00用餐，8:30演出。我们的傣族呢都是很喜欢纹身的哈。男的女的都是喜欢纹。多少米一张？大家可以知道的都可以打在公屏上，让他知道一下，让他告诉他一下。我这里不好说。五一来需要带什么？那时候也是很热的，什么都不需要带，带着米来。然后衣服的话不用带外套了哈，
把你最少的衣服，就是穿的最薄的衣服带着来就行了。这不是贴上去的，他们很信仰这些东西，要尊重民族的信仰。感谢大家的关注哈，没有关注主播的都可以关注一下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关注主播，主播带你回家住，大打地铺去好不好？对，西双版纳，西双版纳。我们还有，大家快点快点点到5000小赞赞，我们换下一波美女看。马上就要到了，赶紧一个人戳一下小屏幕。肯定会说，说呀，怎么不说？说你们有听不懂，他们就是傣族，说傣话说的。我没有老公，我没有老公。谢俊哥送的真好看哟。怎么啦？头晕吗？那的美女，没吃饭啊？没吃才来的水土不服。版纳彩礼不一定，根据个人，根据个人来定哈。对呀，来云南西双版纳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女，特别是来到西双版纳蒙巴拉纳西，美女更多呢，到处都是美女，你看一下。关注主播，主播带你们认识不一样的小美女，好不好？关注主播，持续追踪主播的直播间，我每天会带你们认识不一样的小美女哈。这我们的小雪，小雪。我们这里是要跳，有跳舞的哈，大型的民族晚会，大型的民族歌晚会，所以我们要化妆的，要化妆。我们等一下我们的演出呢是在室内，是打灯光的哈，打灯光，我们一定要化浓妆，不然的话我们灯光打在脸上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现在是天还没有黑。对，主播加鸡腿。铁门，这是云南西双版纳。叶晨来了呀，叶晨，你找到绿植了吗？塑料的绿植。地址在告庄西双井，告庄，在告庄夜市。怎么了？我是你想来是吗？你想来的话到时候联系我就行了。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晚会，每天都有演出，每天都有两场哈，两场，两场的节目呢都是一样的，因为是那个是坐不下，所以分了两场哈，坐不下所以分了两场。不是，是那个普洱人，不是曼陀公园，就是云南西双版纳蒙巴拉纳西大剧院哈，蒙巴拉。对，今天我们换服装了，可以称之为白孔雀了。我觉得这套服装特别适合迎宾，很漂亮。热，
你们老铁们，你们在的地方热不热？热不热？换了，拜拜。你还不换吗，雪雪？啊，热死了啊！11号目前是两场，12号的话目前是一场，但是不知道现在，要看当时。你要去哪里？你要请假吗？你们，我们不是13号要去跳舞，14号要去游街，这两天你们排练那个，15号要泼水。到时候你住宿舍不是？到时候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走路过来啊还是骑车？走路啊，走路要被人家泼湿，你最好要带衣服哦，要提一套过来，不然的话被人家泼湿掉了，或者跟他们骑车坐车过来，或者你就直接带一套衣服。湿了到时候你就过来这边换，我妆也不要化，在这边化，不然的话刮了全部。我们那天上班的话来的特别早哈，人家就是本来说1点钟上班的时候泼的正凶，他们是多早8点钟就来，直接就来了，就15号那天泼水那天，他看你是美女泼的还更厉害。一路上跟你说，去年也是一路上都是有多少人在泼水，太好死了！这小美女叫小雪，叫小雪。可以关注一下，主播会持续更新哈。唐春佛，你看美女看呆了你，哇，你媳妇在吗？哦，悄悄咪咪的，媳妇不在吗？哇，你老色鬼，你看。老色鬼，你看色鬼，老色鬼叫色鬼。我们15号开始泼水，15号开始泼水，到时候我们这些路上全部都是泼水的。水水，你还没有参加过哈泼水节，好玩的。对，告庄里面，告庄里面，我们在告庄里面。划龙舟啊，划龙舟是13号，13号，热啊热啊，我看。看，一个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边的，看一下，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，嘎。露露 ，Hello， 热死了，你又来了呀。哎呀，你们还没有，我们那天直播，我看花姐姐喜欢我，我也喜欢花姐姐。你们不是看了吗？昨天看了，你又来看了呀？啊，喜欢啊，喜欢。
那这里定居的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一年来好几次，啊、哦，来，这一月份带他姐姐来的，这个太玩相片了，不行，我也得玩一遍。你们从哪里来，阿姨？从北京来的。哦，北京的，你是北京的呀？我都还没有去过北京呢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我在那里前台。我在那里前台那个阿姨啊。给你一个，谢谢苏奶奶，为了大家看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你们就住在旁边。哦，热不热？北京没有这样这样热哈，没有北京热。要跟小姐姐拍照吗？拍了，拍了。哦，拍了。这哪里？这云南西双版纳，云南西双版纳。我碰到我的粉丝了，碰到粉丝。刚跟我的粉丝在讲一下话。我们这里40摄氏度，40度。西双版纳热的不行，热啊，在房子里面都是流汗的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丽江冷，对，西双版纳热，西双版纳热，西双版纳不是泰国。我们的露露好不好看？你可以，姥姥叫姥姥买一条。我们上面有拍照的阿姨，上面有拍照的小姐姐。啊、哦，热的不行啊！快坐，快坐，这边的快坐，你都打了。我喊不住啊。叫姥姥买一条这白色的小裙子，白色的这五零二30块钱，下面可以买一条。来来来来来，白色的小裙子。说来外面不可以在里面。我看那些宝贝啊。出来外面，外面，出来外面。喊都喊不住啊，这阿姨。喊不住啊！他自己买了房了，我们的露露。对，睡睡睡，喝酒的，喝8+1。昨天来看，前天来看，今天来看，哈哈，这是小朋友。看看姥姥那里，看姥姥，看姥姥，看姥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呀。再拍一张，哈哈哈哈。哟，这个出来嘞。哈哈哈哈。好像。看姥姥那里。来来来，能拍呀，能拍呀。来来来，哎，老好了。今天长着一个团体的吗？长着吗？一二四，来，过来这里玩。老好了。去年暑假来了吗？暑假来了呀。你来这里玩了没有？来蒙巴拉纳西看表演了吗？一定要去玩，怎么不去吧？儿子，
1.7米，我们露露有1.7米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黄小杨。黄小杨。啊，你刚送过我了呀？我就告诉你了。哦，好，我要上去了，我上去了，拜拜了，我上去。啊。别太辛苦，这件事我们最忙的时候，四月份真的。嗯。四月份是我们比较忙、比较累的。看一下我们的奶茶姐，蔡哥来啦！我们的奶茶姐。我们奶茶姐在直播，我在播，也在直播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奶茶姐，奶茶姐。我来直播这四分钟，一口水都喝不了。蔡哥来了，回去再喝吧。没有上去，拿着播嘛你。好好玩。快点拿着播，我要上去那个有事情。上去，我还不是要那敲敲。我上去，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下那个上面拍照的。哦，热死了！我要热爆炸了！哎呦，你那么有本事吗？来看一下我们小董，小董 ，Hello， 对不对 ？Hello， 我们的佳琪，我手机烫了，这也不行，烫死了。我要检票去了。我们看一下前台的美女，你们人呢？我等一下带你们进去。哦，坐一下，不用着急，里面是对号入座的。行。等一下，我从这边带你们去。我们从哪边进呢？等一下还早呢，让他们先去就行。然后再就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前台小美女，秋秋，这我们的香香，香香，香香给他装了飞鸟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下播了，今天好不好？明天5:35给大家直播。我下播了，我让他们入场了。这些老奶老乖，人太多了，外面吵死了。外面，我明天再给大家开播，好不好？明天5:35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看看我是吗？好的，可以。看看我，好的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在直播，待会儿在直播。大家好，没有关注主播的赶紧关注一下，明天不然找不到我了哈，明天不然找不到我了，拜拜了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回家住，好不好？拜拜。